达生。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叫温尚凯，温暖的温，上下的上，凯旋的凯，香港人。呢度边个识听广东话噶？比较少，没问题啊。我一般呢，我都是在香港啊、中国啊这个两边跑来跑去。我是负责 iFi 在中国市场的整个运营的，大中华吧，就是香港、台湾、澳门啊，还有一些亚洲的这些运营的。那今天很有幸来到这个 iFi 这个台湾这个发布会。iFi 呢，其实是英国 AMR 的一个子品牌，或者是一个年轻市场，或者是电脑 HiFi 的一个品牌。那 AMR 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看一下了。AMR 呢，其实是总部呢是在英国的 Southport。Southport 在哪里呢？就是在曼彻斯特、利物浦，大概向西北方开车开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就是那一个地方。然后呢 ，HiFi 呢？的这个母公司就是 AMR 呢是从2000年左右呢就开始，是一直是他们出产一些很高档，就是大概是就是美金10000块钱以上的这些，现在我们说的很大件的这种发烧的这种，有 CD 有功放有音箱这样的。对，那时候AMR 出产这些 CD 功放啊，或者呢，都是得到很高的评价。很多产品，它的 CD 啊，它的唱放啊，都是直接就进入 Stereo 法的 Class A， 这个就是 Stereo 法 Class A 的这个系列里边的了。那然后呢，它的发展历史，2001年他们的 AMR 里面成立，然后呢，就是2006年呢，他们就是经过6年的研发吧。就有些这个产品，然后2010年呢，就又有一些另外一种三个七系列，它有两个七系列，有三个七系列，三个七系列稍微大众化一点，大概是5-6千美金吧，不用上万，1-2万美金，就是5-6千美金这样子的一台。然后呢，就2012年呢，就是 AMR 那边中英国总部就成立了 iFi 这个品牌，就是为一些我们也看到了，哎，有很多就是年轻人他们想听 iFi， 听一些很好的音乐，但是不知道怎么入口，怎么去就是入场，因为你跟他们说啊 CD 啊，跟他们说黑胶啊，但是他们对于来说是有距离的，他们现在全部是手机啊、电脑啊，对不对？全部都是云端的东西，所以呢 ，iFi 这个就也看到了这个有市场上有很多这种需求，所以有了这个 iFi 这个年轻的一个子的品牌。2012年呢 ，iFi 就是英国的子品牌呢，就正式成立了。有一样东西呢，我就直说了 ，AMR 的东西是在英国生产的，所以这么贵 ；iFi 的东西为了把成本降下来，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所有的设计都是 iFi 英国 AMR 团队设计的。他们呢，iFi 现在就是把 AMR 以前很多的技术呢，把它第一量化，然后把它平民化一点，把那个高端的技术怎么去用一个更有经济效益的方法去放在产品里面。等会儿我会就是会拿一两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那 iFi 产品的特色呢，它的定位不贵，大概就是100到1000这个英镑吧。iFi 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例子，2014年 iFi 有一个产品叫做 Nano 的 IDSD， 这一个小产品呢，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手提的一个解码耳放。这个呢，它一出呢，就当年就拿了这个欧洲的 ISA 大奖。那时候其实呢，有的说个笑话吧，我们英国那个同事 Vincent， 他在英国开着车，然后呢，收到一个电话。是那个 ISA 其中一个 president 打电话给他说，哎 ，Vincent， 有 iFi Vincent 的，Vincent yes I am， 然后呢，他就告诉他，哎，你们的那个 Nano IDSD 拿了今年的 ISA 大奖，然后 Vincent 差点撞车，但是不敢相信，完全没想过，为什么拿了这个奖啊？其实因为在那时候，2014年就很早的时候，这一台这么小的一个已经能做到 DSD256， 然后 PCM384 了。
那这个再总括一下，就是这个第一部分就是再介绍一下 iFi， 最后我们 iFi 现在有多少类的产品，类型第一就是模拟的类型，就是还是 full analog， 就纯模拟的，就纯耳放啊，颤抖放大器啊，或者是纯放大器啊，这种没有任何解码的，这个是一个范围。第二样呢，就是信号处理。信号处理，什么叫信号处理呢？其实我们有很多 SPDIF 是个信号，对不对？我们叫 digital audio。然后 USB 现在有很多传输的 USB audio 也是个信号。其实这些信号呢，如果你不处理它呢，你出来的听出来的音乐呢，相对来说会打折扣。所以呢，有一块是专门把这些信号处理得很漂亮。还原的很逼真，不要有任何噪声去影响这些信号，就是信号处理。然后呢，就是一种 lifestyle 生活的一种，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台 retro 了，这台 retro 呢，其实是一个电子管的一个扩大器，一个扩音器，然后加两个喇叭，看上去很古老，对不对？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像以前我爸爸可以给我，我也觉得哎，这个我未必想要，对不对？但是呢，别看这个，因为为什么哎 ，iFi 会推出这个？因为其实 iFi 或者 AMR 的那几个老板，英国那边他们都是很喜欢音乐的。其实他们到现在呢，还是很喜欢电子管。他们就想，我们怎么能把电子管跟现在最新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但是又要有容易用哦，不然的话，因为现在房价越来越高，对吧？我不可以放五六个东西在里面，老婆肯定跟我离婚，对不对？所以现在要小小的啊，一体机。所以这个是其实是一个一体机。那一体机里面有些什么呢？除了电子管的功放里面，它里面有直接接手机的蓝牙，它支持 aptx， 也支持 aac， 所以你这种蓝牙里面过上去还是蛮不错的。它里面有一个解码，这个解码呢不是一般的解码，是一个超高清的解码，能解到 DSD 512，能解到 PCM 768，所以它单这个解码已经是参考级的解码。然后大家也看到了，它这个可以接一个黑胶唱片，所以它里边呢也有一个很高那个争议的黑胶唱片，你放 MC 投进去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是那个生活。然后呢，另外一块就是刚才大家已经有听到了解码 ，iFi 的解码就是很出名了。从2014年赢了奖以后，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是 Micro IDSC， 这个也是全世界第一台能解 DSD 512的解码。这个，然后呢，它这个是一个便携的，然后呢，它能基本上所有最难推的耳机。如果大家这边有玩耳机的话，比如说 HiFi 面的 H16， 它能推得动，所以是完全没问题的。这个，然后另外呢，就剩下两个，就是电源。HiFi 有一系列东西专门是处理电源的，为什么要处理电源呢？因为现在很多的HiFi 系统啊或者什么，都会用这种就是直接插在墙上的这种适配器，这种。那这种适配器呢，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噪声很大，所以呢 ，iFi 就出了一个专门是给这种系统用的适配器。这个适配器你量出来的噪声呢，基本上是达到跟电池差不多的噪声，是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就是 iFi 其实是一个蓝牙的一个解码器。这个 iFi 是现在在国外他们就是最多用户群是哪一种呢？就是家里面我已经有一个大音响了，已经有个10万、20万或者几十万的音响了。但是呢，我经常现在的手机，我有很多歌嘛 ，Internet 有很多歌，但我怎么从手机里面把它放到家里面那个大音响呢？就是用这个蓝牙，这个是升级你现在家里面的任何一套传统的 HiFi， 就立马把它们变成一个跟互联网直接能接上的，听 Spotify 也好 ，Tidal 也好，或者是任何的这种都好，这个是很新的一个产品，这个是一个 Ear Buddy， 我们叫做这个是那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耳机的
匹配器，就是入耳耳机或者 IEM， 或者在中国大陆呢他们叫耳塞，就是这种匹配器。为什么要这种匹配器呢？啊，如果大家是喜欢音乐的，比如说我 iPhone 我自己这个我一定会再买一个耳机，但一般你花比如说花10000块台币啊去买个耳机啊，这个很难，也就是对于Hi-Fi发烧友来说经常会做。但这个耳机呢，这种耳机通常会有一个特点，这种入耳的这种啊，就是它是超高灵敏度的 OK， 因为所有的电话它的输出它不是特别的高，这个瓦数，所以呢它的耳机都会做到超高灵敏度。OK， 那我升级了耳机，那有时候呢我可能是想带一个自己带一个数字播放器，我自己的 DAP， 或者是我在电话上面我再加一个解码器，我想做得更好，或者是我直接加个耳放，我不喜欢用电话的耳放，我自己再加一个耳放，那问题就出现了。因为你用了任何这些升级的产品呢，它的输出都会比电话大很多，然后一个高输出的一个机器，然后再加上你一个超高灵敏度的耳机，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你就算没底噪超高，你就要插进去以后，你把音量就算调到最小，你什么音乐都不播的，就算没有任何的，你就听得沙，一直是这个样子，没办法，这个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呢，就是专门是为那些这种设计，一加了这个在中间呢，它把那个降噪，它直接能把降噪15个dB， 就把你整个底噪降下去。啊，那还有一个用处呢，就是用的很多呢，就是坐飞机，我们如果是经常出差啊，或者我们坐长途飞机呢，我们经常会就是看电影啊，在飞机里面看电影啊，或者飞机娱乐系统的，如果你把你刚刚买回来10000块台币的那种超高灵敏度的高保真耳机你插进去的话，基本上不能听，因为它的输出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它音量如果有20格，你用2-3格就用不上去的了。所以呢，然后呢也是底噪超大，你一插进去撒这个底噪就出来，所以呢这个也是就是说在这个飞行的这个娱乐系统的时候加一个这个，就是令到大家可以享受到很好很高音质的，又不会有那种底噪。那这个就是 Torsten Launch， 这个就是 AMR 跟 HiFi 这个R&D 就是研发的大佬，他是带了整个团队，他是一个德国人。然后呢我说一点点他有趣的一些历史吧，等大家对 AMR 跟 HiFi 有一点点小认识。他呢是一个东德人，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去了英国，也是10几20年这样子。他小时候呢，他算是一个我又要说卖花赞花香，他算是一个天才。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8岁的时候，9岁的时候呢，就拿了全东国数学比赛的2名。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呢，有一个德国那边有一个科技展，然后呢，他拿了那个科技展，就是他是鼓励所有的这些年轻人去拿个自己发明的东西去参展。他12岁的时候呢，就拿了那个科技展的1名。他拿什么东西去了呢？这个是一个挺有趣的。他自己12岁的时候就做了一套功放。带 EQ 的加上一对喇叭，然后就拿去参展，然后就拿奖。所以他是从小就是开始对音乐特别特别有兴趣，因此在研究这种线路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经典耳放的一个适配器，就是你家里面如果已经有一些功放啊，或者我想玩经典耳机，那你加一个这个就行了。这个能接任何的功放，或者能接任何的普通的耳机放大器，然后呢就能匹配任何的经典耳机。但是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高规格的东西，就是它里面的那两个变压器是用波摩合金做的。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种有一点点认识，知道波摩合金做变压器是多贵的一个
的东西了。这个，然后呢，波波合金做的变压器一般都很小，它还里面两个是很大的波波合金变压器，不然的话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啊，这个是一个。然后呢，它的偏压、阻抗全部可以调，所以你们家里面有任何的 stacks 的静电啊，或者是以前的 cross 的这些静电啊、雨机啊，全部都可以接得上去的。OK， 记不记得我刚才说是 AMR 想把一些高端的技术平民化一点？那这个其中就是有一个技术，我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里边这一个小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几个类别里边的一个信号处理。刚才听说有 USB 信号处理吧 ？USB 的信号处理呢 ？USB 为什么要处理信号呢？因为现在有很多音频都是用 USB 来传输的，但是 USB 呢？它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它不是为音频来设计的，所以在 USB 里面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处理，就用 USB 的信号呢，相对来说呢，你那个解码是得不到最好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我们 iFi 新的一个 iGaofanic 3.0。为什么叫3.0呢？因为第一款产品为什么一出就叫3.0呢？这个是直接支持 USB 3.0的。那这个也是全世界第一台能支持 USB 3.0 完全电气隔离的一个优化器。什么叫？所以它不单把你信号完全做隔离，然后你把你电源完全做隔离。OK， 所以这个是一台唯一一台啊，世界上就是能做到 USB 3.0电气隔离。2.0电气隔离的他们能做得到，但3.0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一台。就是另外一个新产品，这个新产品呢，在我手上可能还是暖乎乎的。为什么呢？就是刚下生产线的一个新产品，这个日本啊、美国啊这边还没有的，台湾这个是第一个见到这个刚下生产线真正的生产的产品。啊，这个是一个 AC Pure Fire， 一个就是交流电的一个净化器。那大家玩 HiFi 呢，基本上呢都会用一些电源。处理对吧？大家都知道电源你要弄得好，你的 HiFi 才好好声音。就好像你做葡萄酒、做啤酒，你的水不好，你后面怎么做都不好喝一样的。音响也是。所以这个电源里边呢，它用的一个技术呢，以前我们大家很多电源处理器的技术就是我滤波，我把电源上面噪声死压死滤，把它硬滤下来。但这个呢稍微智能一点，我现在都是智能时代嘛，这个也是 AMR 那个技术，他把这个技术现在放到 iFi 里边，就是那我们电源里面有些噪声，它这个里边呢就是它会去分析这些噪声，产生一个相反的信号，这个叫做有源消噪 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就是它自己啊，我感觉到噪声这样子，我产生个相反的噪声，两个加起来，哎，就等于零了。其实这个就是大家一说通这个，哎，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其实呢，它里边呢就挺高技术的，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信号，你怎么产生一个相反的信号，然后把这个相反信号怎么去放到系统里边，令得它们消除。但是理论是很简单的一个理论。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把 AMR 很高端的技术放到这个相对来说的很亲民的一个产品里边。今天还有一款新产品，记不记得那个2014年拿了 ISA 大奖的那个小解码？啊，这个是它的黑标版，它的升级版，这个是。这个升级版呢，有什么？哎，比以前有什么好呢？它的整个这个模拟输出耳放那一块全部重新设计，全部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分离器件的一个耳放，然后呢还有呢它的输出功率比以前大了2到4倍，看你说什么样的耳机。然后呢它把我这个 IEMatch 这个系统加进去。什么叫 IEMatch 呢？记不记得刚才我说如果你有些超高灵敏度的耳机比较很大嘛，就是它把这个的技术放到这里面去，所以你看到有两个口，一个口是直出，一个口是有那个技术的那个口。然后呢最后一个，这个是
有 MQA， 但是你 MQA 呢，你需要有个 MQA 格式，你能去解。这个是可能应该是第一台这么小能解 MQA 的一个小解码。OK， 这个最后一个，这个是没有带过来，因为这个还没下生产线，这个是秘密，这个是啊。这个是一个 iFi 里边呢一个他们的旗舰级的一个解码器。这旗舰级解码器呢，基本上呢它里面是四核，四个解码一起跑。然后呢用的 Xbox 的 USB 芯片呢，那边是16核的一起跑。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呢，就电子管晶体管你可以直接互换，我想全晶体管输出，或者我想全电子管输出，这个可以调。还有一样东西，其实这个为什么这么写呢 ？DSD 呢 ？DSD 下面的数字是多少？49是代表什么？那这个49，其实这个我是代表 DSD 1024，这个是世界上第一台能重新 remaster 你所有音源到 DSD 1024的一个解码。我现在只能透露这么多啊，再透露多一点的话我就出事了啊。这个年底会上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啊。